为了提升公车的服务品质，基隆市公车处从七月开始在公车上设置了神秘客机制，用来考评驾驶的服务态度。而上个月有三件的投诉案，分别是车门太早关被夹到、对长者态度不佳以及过站不停等等案件。经过调阅监视器影像查证属实，三名驾驶被记申诫，加强改善。不过也有一名驾驶因为安抚酒醉乘客并协请员警处理，用心的态度也被特别记嘉奖以资鼓励。